觉得我前两天发挥的要好吧，在第一局虽然我们做的不是特别好，然后一直被印尼队员压制着打，所以说我们很难有处理很好的球，所以第一局很快就输掉了一个，第二局我们一直在调整，然后非常领先了。我自己一直都非常喜欢在伊斯多拉打球，这里球迷非常热情，无论我们是不是对主场的运动都会也会为我们加油，我觉得这是让我们在这里尽情发挥的一个非常好的感觉。Yang kentang.